大家好呀，我是小汪，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无敌植物，评论家里面无敌的植物，那不就是无敌树根了吗？难道这一关是无敌树根来通关？是故意。这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些植物里面比较稀缺的就是上面的魔术菇和叶子加农破了，看来这关的主力就是这俩了呀。哼，这魔术菇真好用哦，就算是对面的僵尸吃掉了右手也还是打不过我们这边召唤出来的僵尸呀。不过可恶的是，对面这些探险家僵尸直接就把我们的僵尸给烧掉了，这火把也太离谱了吧。既然我们召唤出来的僵尸打不过探险家僵尸，那我们就直接用另一个植物吧。叶子加农炮一个大招，直接就把这些探险家僵尸给推出去了。僵尸什么的还是没有大炮好使啊，一个字，绝。不过对面的僵尸里面还有挺多的巨僵尸的，我们这边召唤出来的小僵尸还是打不过巨人僵尸的呀。不过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能量豆呢，直接全都用了，我就不信召唤不了几个巨人僵尸出来。还是得用巨人来对付巨人呀，一下就把对面的巨人给踩扁喽，轻松通关。